难过。因为我昨天电台直播不是说我要开一次直播吗？因为我不会狼人杀，你画我猜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谢谢，好可爱啊，这个礼物好可爱哦。不不不，其实，打扰了。素颜，我没有化妆，因为我化妆会被 diss，说化妆还不如不化妆，那么容易动的吗？我的心很难动哎。哇，我今天下去签那个，哇，我今天下去签那个。签一些就是学校里面的一些文件给，签一些就是学校里面的一些文件给公司嘛，然后 staff 就说我给公司嘛，然后 staff 就说我还不如不化妆，就说我还不如不化妆，就说我不化妆很清纯。就是说我什么第一次见我不化妆很清纯，就是说我什么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素颜，觉得我很清纯，结果我一化的时候是素颜，觉得我很清纯，结果我一化妆觉得什么妖魔鬼怪，就是化妆觉得什么妖魔鬼怪，就是好搞笑啊，好搞笑啊。就反正很搞笑，就反正很搞笑，有那么夸张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下面穿的是那个穿裤子的，只是短裤而已，不要误解。其实我觉得我用的最好的润唇膏是这个小蜜蜂，美国小蜜蜂，这个超好用，真的。然后。我真的有好多润唇膏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真是一个没有润唇膏就活不下去的人。还有很多润唇膏找不到了。然后我还有那个 DHC 的润唇膏，我觉得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，谢谢，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好用吧？我觉得，哦，科颜氏的很好用，但是很油，就是很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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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要纪念一下，就是怎么说，拿我的工资纪念一下我自己辛苦的自己，就是我觉得花自己的钱没有任何错啊，自己，就是我觉得花自己的钱没有任何错啊，对，没有任何反正觉得挺好的，总之很开心。虽然任何反正觉得挺好的，总之很开心。
虽然有点，虽然有点花了好多钱，然后我也有点肾疼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。因为是自己赚的钱，所以没有关系，就是还挺开心的，开心就好。我也肾疼啊，所以就你知道我们，不，大家真的误会了，我真的，天哪，我真的误会，真的误会，那种小黄车。不是，是因为我觉得骑单车有益身体健康，可以看沿途风景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和雾霾。我真的很喜欢骑单车，我发现我对车都很感兴趣。我上次还跟那个食堂楼下的食堂叔叔他们在讨论车嘛，然后我居然插进去讨论，就我一个人下去吃饭，我觉得吃饭没有人陪我聊天很寂寞，然后正好隔壁桌的食堂叔叔在讨论车，买什么车，然后我就插进去讨论。我不会在北京开车，因为我害怕堵车。不，我怎么可能推荐这种贵的呢？因为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，我觉得真的是让一个不爱说话的人说了100多场公演。我觉得不要说话很符合我吧，真的很符合我，不是为了工作，为了钱。没有，开玩笑，我还是会说的啦，看情况，主要我说话慢，插不进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。我要用一下这个手机支架，等一下，我发现哪边光线比较好，怎么那么白呀？好奇怪哟。哼，你们不要瞎说。还有人说我腹黑呢。我必须要给你们看一下毛奇宇买的报纸，上面没有我，只有他跟刘淑贤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扎心了。看一下，一家三口没有我。真的很难过了好吗？我自己给自己买一个人形抱枕，我真的实名 diss 毛奇宇这个人。我们买了沙发，他说要送我们抱枕的，结果送了他跟老刘的抱枕，没有我。
很难过。没事，我不哭。我要等一下，我要去吃外卖了，拜拜。我等会儿再开吧，我先去吃个外卖，我去吃个炸鸡，拜拜。回眸一笑。拜拜。